应该推我吗？你不要自己轱辘吗？我试试这玩意能走来吧，能走。走吧，咱拍片儿呢。你看你自己轱辘的不挺好吗？走吧。做啥呢？那是拐弯的，嘚儿喝，你咋又回来了？我拿裤子，穿裤子咋鸡巴冷的？感冒了呢？我给你拿个衣服配腿上就完了呗。你感冒没事，我感冒呢，我。你是人？腿坏了我。这逼样。大表哥推了。不疼，挤迷弄眼干啥呀？刺挠，你看自己抬点啊。疼他也不说，装刺呢。老疼了，他那是侧边。那个引流管了。没有管了。就挺挺疼。没有管挺多，还得几天，得个三两天。哎、我跟他笑啥？我就跟他躺着，就那狗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可怕！擦擦擦，嘎嘎一顿擦。那就对了，在哪就得听谁话。
你落在他手里了，懂不懂？整的我跟你说都嘚瑟就弄了，我都心慌了。你看看咱和那个大爷，这是咱家的电梯瓶了，大号的，这是他家的小号的，他俩都是一天一个。太敷衍了，妈的！水多啊，这个你打那边打的点太敷衍了。不嘚瑟出去上厕所，拐了拐了的。收拾回家，回大表哥家，不搁这待着了，不行了，再待着我就再待就完了啊！出院心情好哈，你俩早点出院啊！啊！哎呀，我是想出院，人告诉我蛋糕来不及，这一个月俩月啊，最早的一个月。那你这是点太长了。最早的一个月。嗯，早日出院啊，早日回归自由。这家跟这地方真是一点自由没有啊。嗯。嗯。回家自由回家。哎呀，收拾吧。就上火了，起个泡。我在这都起俩了，消一个了，来时候起仨了都。走，出院了。江湖见。江湖见。走吧，拜拜。老舅来接来了。喂，上楼啊，快到家了。有点累，六楼接着我上去，下不去，太费劲。慢点蹦的，太难受了，我就睡不好。本来应该是明天出院的，然后今天提前一天出院了。嗯，挺好的。他这楼有点高，这来回不方便的。这拄拐上楼一个一个上。嗯，那个明天嘛，然后明天我去看看毛孩子去。挺想他的，搁那不行，太上火了，搁医院。反正这几天医院这嘴起俩泡了。里面这个刚好，我这会儿又起一堆泡，哎，太疼了。嗯，大家不用担心了啊，感谢大家对那个小池的一个惦记和那个记挂吧，好了已经好多了，然后再养段时间就好了。嗯，还是医生不建议说我回去跟狗在一起，怕那个狗把我脚的舔了咬了，或者。冬天冷了，得冻坏了，还是得需要静养。嗯，但明天我得去回去看看那些毛孩子，不行，太想他们了。嗯，谢谢大家啊。好了，我已经，再等我几天，我能站起，我就站起来了啊，满血复活。啊，拜拜，不用担心了啊，嗯，挺好的现在。嗯，比给医院强。嗯。